民国九十三年艾丽台风侵台，重创石门水库，洪水所带来大量的漂流木与泥沙，阻塞及损坏了取水设施，而高浓度的泥水更造成桃园史无前例的十八天大停水，民众排队提水的景象处处可见，影响民众生活甚巨。艾丽风灾是石门水库自民国五十三年完工四十年来最大灾情，大量泥沙堆积于库区，水库容量瞬间减少了2780万立方公尺，水库淤积率从18%升高到27%，供水能力大受影响。有台风豪雨时，高浊度原水直接影响下游鸳山堰自来水供应。石门水库稳定供水角色，不论在量与质方面均受到极大冲击。为挽救石门水库，立法院于民国95年通过了我国第一部水库整治条例《石门水库及其集水区整治特别条例》，中桩调整池工程为石门整治计划的一部分，是石门水库浊度备源之关键设施。中桩调整池为石门水库稳定供水而建，要了解中桩调整池的功能角色，得先认识石门水库。石门水库是台湾最早新建的多目标水库，包括灌溉、集水、发电、防洪、观光等。其中灌溉用水经由石门大圳及桃园大圳供应，公共集水则分为三部分，南桃园用水借到石门大圳，北桃园用水借到桃园大圳。新北市板新地区则因水库放流于大海溪，由鸳山堰取水供应。由于桃园大圳从石门水库后池取水，当水库排洪排沙时，后池及下游大汉溪的水质浊度将大幅飙升，而危及北桃园及板新地区自来水供应。中桩调整池即是为了解决石门水库排洪排沙期间因后池及鸳山堰原水浊度升高而导致的自来水供应问题。中桩调整池位于石门水库后池下游约12公里大汉溪左岸中桩废河道上，与下游鸳山堰相距不到5公里，池区水域面积41公顷，环湖道路全长3.6公里。白天天气晴朗时，大汉溪河谷两侧山林河街景致清晰可见外，往上游可远眺石门水库溢洪道，往下游依稀可见台北101。从空中鸟看，调整池宛如一把水色大提琴，静静地躺在青葱田野与溪流边，宁静而自得。常有附近居民于晨光或黄昏时刻到此漫步，享受远离尘嚣的空旷与安详。中桩调整池这片平易近人的美景其实得之不易，原为荒烟蔓草的废河道，多年前遭不肖商人盗采砂石及回填废弃物，形成景观杂乱而泥泞的沼泽，附近居民诟病不已。现配合水库备源供水需要，挖除废弃物及烂泥巴，以线形蜿蜒的块石为题，营造成优美可人的水域，可谓化腐朽为神奇，令人赞叹。中桩调整池工程计划总经费42.67亿元，主要工作为拦河堰工程及调整池工程。中桩拦河堰设置于大汉溪主流河道，拦引水库后池之放流水及大汉溪侧流量，以长1.7公里箱涵输送往调整池，为调整池于大汉溪之取水设施。中桩拦河堰为琴岛式闸门活动堰，有别于国内一般采用的混凝土固定堰，设计共9座琴岛式闸门，每门宽20公尺，
规模为东南亚最大，平时闸门倒伏，让溪水无阻碍自人通过。当调整时需引水时，闸门才全数升起，以抬高水位引水。蓝河堰左侧设有两座排沙道闸门，可确保位于左岸的取水口取水不受泥沙影响。左岸另设置一座半锥形水池式鱼道，于倾倒式闸门升起阻断溪水时，提供鱼类上溯通道。本工程于104年荣获第15届公共工程金质奖优等。中庄调整池为国内第一座浊度备源人工湖，满水位时水深15公尺，有效容量505万立方公尺。调整池工程主要工项为池区500多万立方公尺土方开挖与全长3.6公里围体施作。由于池区原为沼泽湿地，地下水位高，地质软弱，为克服土壤含水量过高问题，开挖工作分2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以环状开挖为主，利用水头高差重力降水于岛沟，再将岛沟所搜集水量抽排于池区中央高含水土方上之水潭。第二阶段在中央池区开挖，机动调整排水路，将水排放于岛沟，再排往池区下游。围堤施作约与池区第二阶段开挖工作同时进行。为确保围堤具有良好阻水与储水功能，设计上比照土石坝规格，并依地质环境条件采不同断面形式。其中左侧围堤应迎向区外地下水流向，未免水质有疑虑之地下水流入，于中央粘土新层下方设塑性混凝土截水墙。此形式围堤长2070公尺，占围堤总长度的57%。本工程塑性混凝土截水墙厚度1公尺，平均深度13公尺，底部入岩2至8公尺，采跳岛式施工，确保截水墙单元间及与地下岩盘之密接阻水。由持续第二阶段开挖工作末期，可于工区干式施工，显见截水墙水密性极佳，发挥完全阻水效果。本工程施工品质优异，于106年荣获第17届公共工程金质奖特优。中庄调整池围堤主体工程于民国106年3月完成，5月10号开始自蓝河堰引水蓄水，5月21号完成第一阶段蓄水至标高62.5公尺，6月18号蓄满至标高68公尺。适逢6月初豪雨，石门水库泄洪排沙，鸳山堰水质浊度明显上升，调整池首度启用备源供水，初试提升圆满顺利。106年鸳山堰取水闸门维修暂停供水，调整池再度启用备源，供水总量达1000万吨，显示调整池除能为鸳山堰浊度备源外，尚可为维修备源。中庄调整池于106年12月17号由蔡总统主持竣工典礼，正式宣告石门水库台洪期间因浊度升高而停水之梦魇将完全结束。中庄调整池的完工，标志着历经13年的石门水库整治计划最后一块拼图的完成，也象征着已运转50余年的石门水库老当益壮，整装再出发全新纪元的来临。让我们期待，也祝福石门水库有下一个丰盛的50年。